现在网络不稳。现在网络不稳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嗨。感谢感谢酷给分享直播间，还有 Google， 还有周杰伦，感谢酷给送我枫叶。还有 Tomo， 还有焦糖咖啡，你很捧场了。还有晨晨。谢谢变成新鲜魔送的雷茶 ，Hello 暗红 ，Hello 小白兔 ，Hello 大家晚上好，你们好，大家好，你们好，大家好，你们好。北海安阳就错过你，看不看？对呀、啊，一开就马上开，真的是哦。这发型是云爵帮你绑的？没有啊，云爵我又不会在云爵旁边，怎么是云爵帮我绑？我以为你只会绑就这个而已，因为这个是最简单的。胡须也留得太像，有吗？因为我头发就长这样啊。Hello， 小妹晚安。刚刚觉得胡须又不长这样，他不会绑这样。哎呀，绑的是。Hello， 双爷来远了。Hello， 别乱来了，就不错过你。Hello， 龙一指虚晃，就不错过你。阿拉巴豆豆，多补充运动饮料，有益身体健康。Hello， 古酒寒慕名而来，他之前有一阵子直播都这个发型，肯定是不一样的。大家，大家。我跟他爸的一定是不一样的，啦啦啦啦啦。安娜你好。我们先来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唯一见底的东西，一个见底的化妆品，就是这个，很棒，对不对？哎，它跟我活最久，它是我从甄选以来就买的第一盒腮红，然后它还见底，它现在是。两年它才见底而已，好棒啊！看我用了多少，因为我直接买这个牌子的，就是两盒全部碎光光。就有时候就是我会从那个很远的地方，然后化妆把它开 Kentucky， 那就碎，到时候打开之后就碎，就这样。唯一见底的东西就是腮红，不错吧？我很少有东西会见底。用到现在妆也好太少，可是因为我明明没有事干嘛化妆啊，对不对？我不会每天化妆啊，因为每天化妆，太麻烦。这是两年后的第一，可是我买很多腮红的，叫腮红专家，很多腮红，唯一见底的东西。不错吧，厉害，点点点而已。Hello， 是少凯，还有水锤，你们好、啊。小小补，这个是小小装，这应该算什么？要装一些阿萨布，这是我们 Bell Flower 团购的小爱心夹子，可爱吧？你一定有看过大家夹这个，很可爱，对不对？哎，这个上一次我好像有 po 过吧，就是在那个我去动物园的时候，动物园就夹这个，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树
我给我同学讲的，算了，交给我，我们二推子，我真奇怪，天啊，他会弄乱我们的发型，但我等下重发，天，小心翼翼啊！我只介绍一下给大家，这样吧，收起来。Hello， 小白兔 ，Hello， 坤坤上帝斯 ，Hello， 叉叉维宝叉叉 ，Hello， 明妹 ，Hello， 塔瓦哥，你明明就有送云爵化妆品，为什么自己用这么久啊？嗯？因为我就是用那么久啊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用这么久，他用了两年呢、欸，我人生中的第一个化妆品，没有。他不算我认识，他是后来，应该是人生中第一个腮红，就这个。可是我就不知道，因为他很多啊，你不觉得化妆品都很多吗？欸，可以间谍的东西很神奇，就是很多啊。我没有一个，可是我有很多个腮红，我原本有，也有两个，所以我总共有五个。刚刚的小龙。没有啊 ，Hello， 季风亮，找给你看，嘿，好了，嘿，哎呀，你看，没有一个东西会间谍，有啊有。这个粉笔，这个是我换后来换新的，因为我原本那个过期了，虽然我不知道粉笔到底什么时候才会用，反正它就过期了，所以就换新的吧。然后这个也还没有很，啊，你看这个好漂亮，就是要这样布灵布灵的，才五个，你要不要问注射姐姐有没有几个、啊？哎，可是我还有一盒大盒的呢，应该不会有人腮红买很多，我看高中觉得腮红也没有很多啊，五个呢，我一个人就用五个呢，很少人腮红买那么多，而且我还有那种大盘的那种，什么颜色都有的，因为我都撕包装的那个，只要包装可爱，我就会把它买下去。还有原子弹，还有圆燕，包装可爱就把它买下去。我这还有一盒眼影。还没有拆过的就放在这里做纪念，这样也还好哎、欸，好像也没有很多哎、欸，因为太多也没有用，就这样吧，因为它都还没有建，买那么多太贵，这是一个很消遣、很花钱的东西。OK。没有，只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化妆包一些没有见底的东西。不过你看那个易饭团多可爱，而且你看上面还有贴郑雨薇，郑雨薇，我好想有介绍过我的易饭团郑雨薇贴着。Hello， 泡芙大叔。Hello， 米江你也来。Hello， 大妈，在泡茶喽。大家 Hello， 你们好。好的。为什么要给你们收化妆品啊？因为我又没有爱用到，为什么要收啊？我很多呢。偷动学不出过你，还有鱼松。对不对？哈喽雨超慕名而来哒啦啦啦啦。其实我现在只想说那个目录，因为我很喜欢看百货公司，然后我就会看有什么化妆品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呢我们那天就看，因为那个可是我现在这里是我的，会当然哟，那样贵，但是东西真的都很好哎、欸，好棒哦！一番赏，等我有钱的话，我可以去抽头卡。
然后存够钱。所以要等存钱完，才可以去抽一番赏，干嘛？可是最近吼，就是有看到那个百合故事新刊物，我想买那个 V A N S 潮牌的那个，想一想这样的背包，哎呦，这是我的熊抱哥哥来吧，我想买一个类似这一种的包包，轻巧方便，然后可以装很多哎。它里面是有一个夹层的东西，很棒吧？我可以出个嗨，或者打一个手势吗？让我们知道其实你们看得到，还有听到。你很稳呢。Hello， 你们好。这种阴沉怪拉面啊！啊，现在看到我吗？现在法豆豆分享了直播间，好吃烧烤。大家现在看到我吗 ？Hello 啊，你们好，大家好。现在暗黄送了仙子果，啊，我的头发跑出来，有小呆毛，有没有看到？呆毛，真困哦，困哦呢。Hello， 我一卡还是错过你。现在很顺 ，OK， fine， fine。然后就是必须要顺一下。不过有卡，认真吗？哎呦！这样嘞？这样还要卡吗？所以现在没有卡了，然后有卡了，什么一直在卡？可是我都看不到哪里有卡耶，烦死了！还是我们重开播？不行，我不行，我就考了。所以它是卡了又好了，卡了又好了，都好一阵子，卡一阵子。啊，哪是的？为什么会卡？手机转一下方向，可是我刚才有调啦，还是一样。今天网络比较不稳吧，因为有时候我都会变成三 G， 就这里的网速一下，可是它现在还没有变三 G， 就已经很清楚，很棒了。因为有时候我的网络就会变成3G网络，还是拿高一点看看，拿高一点看看哦。欸，那我要拿什么东西点？这样嘞？哼，会比较好吗？现在比较好吗？目前蛮顺 ，Of course。
现在是卡的还是顺的？请随时回报，目前的顺。现在有顺吗？好了，玉超来捧场了，捧场了，蛮顺的顺。小妹，你真的只会绑这个发型吗？真的。这个发型就要花我很久很久的时间，是也还好，大概20分钟。这个绑头发哈，这是很难。我之前有尝试帮别人绑辫子，可是我帮别人绑就很有问题。我大概帮他绑了20分钟，然后我手好酸，我说来交接一下。然后就不会绑，很酸，因为它三根，然后每次都乱掉，就很气。然后 again， 所以以前都披头散发上学哦。对啊，什么披头散发？啊不，就头发放下，什么披头散发？你好好讲话，因为大部分的人都是头发放下，不会绑啊。而且你就是你绑了，绑了一个很奇怪的造型，就是，对。哎，你们不懂啊！还有吃货小姐姐来捧场了，就是大部分人就是绑起来，不然就是放下，很少会有其他的造型。对，没有错。而且你的发圈好像是小朋友的发圈欸，什么小朋友的发圈，这个很好用欸，搞笑。你知道那种圈圈的那个完全绑不紧，那个大概绑个3圈吧，我还是觉得不紧。可是你不能绑第十圈，因为第十圈那个发圈肯定会坏掉，就是没有紧的感觉啊，你知道吗？还有阿当姆棉啦，还有 BABU Jack， 就是那个绑不紧啊，我觉得啦。大概三圈我还是觉得不紧，4圈的话，这个用多久了？这个就是会松掉，你看，它会松掉，它会越来越长，然后就要，这我从国小开始用啊，是啊，国小，对，我国小，因为不是其他人都是用那种塑胶，然后细的那个，那种大概绑个1天2天吧，那个东西就坏掉了，因为头发太多。很厚，所以那个对我来说没有用。熊妹绑个发型，熊妹五官比较明显，很好看。没有，应该说我没有绑还是很好看，呵呵。Hello， 圣圣圣，丝绣不出过你，也要9年了呢，差不多吧。啊，反正可以用就好了，对不对？因为那种真的是一般的那个真的是绑不紧，因为绑起来就松掉，然后你又想重绑，直男的想法，原来是直男。I see， 就是蓬蓬的。哎，对了，我告诉我最近爱上那个马古茶坊的金萱双 Q。超好喝，那你要直播挑战看看新发型吗？这个对我来说太难，我告诉你，我不会绑什么新发型，我还没什么是过小用的高中，我还没什么挑什么，我还没什么是过小用到高中的，哦，所以你还没有什么东西是从小。啊，从小用到高中的，真的哦，你没有，这好挤哦，高 K， 哎呦，我常常喝金萱很好，对，我也觉得金萱很好，很好喝，超好，而且因为我同学也很喜欢喝金萱双 Q，
这是必点，而且他们都买瓶装的，瓶装金萱装，然后他们就喝得很开心，很开心。可是我很少点，因为马古很远，所以我没有很常喝马古的。而且我之前喝马古是喝什么、啊？好像也是喝金萱诶、欸，对。然后我也有喝过它的柳橙汁，垫高整体有用，顺到现在。对啊，就是有接上去。辛苦你了，你知道我拿什么垫高？我拿妈妈的东西，那个平平的那个垫高，辛苦他了。你看这个头发很容易打结，头发很多，这次要去剪个头发好了，剪短短。没有，哎，我们就绑一次，剪那个，剪到那个到。哎、欸，原本的造型是差不多这里吧。我家附近有两家，真的，因为我家附近都是卖什么清新的茶模，剪还没那样的，那个不行，那个太短。哎，我没有用烫子的话，我会卷起来。然后卷起来，到时候因为研究生不是不能卷的嘛，所以到时候我还要停动子，真是太麻烦。所以我们千万就是，可是我因为我现在一剪，士大夫姐姐不准剪嘛，没有没有不准剪，是因为我还没有去剪，没有错。因为我剪头发的话，就是一定要那个离子烫，可是因为现在还没有办法离子烫，所以呢，干脆就不要剪。就这样，很棒吧？因为剪一颗头要做好几个小时，很麻烦哎、欸。对、啊，你好像没有用过离子烫之类的，是离子夹之类的，不是离子烫之类的。因为我头发很直啊，干嘛用离子烫，对不对？就只要梳一下，沾个水，就 of course。电棒卷你有吗？没有，但是我有那个小型的，一种小小型的二合一就可以离子夹。和电棒剪，可是我觉得用离子夹的话，我觉得我头发会烧光了，就那个发挥会有分叉，所以我觉得还是不要用好。然后烫卷哦，我之前有用过那个我朋友的自动电卷，我觉得那个很棒，虽然我很怕被烫到。然后那种自己卷的话，我觉得卷不太，就是因为它是那种很小很小很小只的那一种，感觉就是卷不起来。然后它就放在那边，呜。就买来玩玩看，所以人家也是有的。Hello， 水觉得不错，过你。对不对？你看这个头发多直啊！就是我只要起床梳一下。永远不是也想剪短，你们可以剪。他不是已经剪短了，他现在已经够短了。他已经剪短，这就是他的短了。他剪的跟王家差不多，这样子。可是我还没有买。那个一台如果要高级的话，至少要破千。对。可是我妈会跟我说：“你买来放在那边又没人用，干嘛买？”然后就我想买大的东西，然后放在那边，等我有空的话想玩的话就拿出来玩玩看。是一个很随性的小孩。Hello， 艾瑞克，现在的头发比你长成了谁？林杰吧，韩寒、佳丽吧。好像我是还有谁还有谁头发比较长，好像叫林姐吧，韩寒、佳丽、 Daisy 的有谁，嗯，
领领吗？领的头发我也觉得蛮长。还有谁啊？好像没有了。雅恩，雅恩，我觉得还好吧。不过你也一年多没见嘞、欸。对呀、啊，我已经一年没有。某某，对，某某也蛮长的。还有谁？好像是。好了，小猪耳朵来捧场喽，小猪。七七也要唱，其实我觉得还好哎、欸，他没有比我长哎、欸，他就是差不多那个高度。小迪吗？小迪有，小迪好像也还好。哦，小迪到这里了，差不多。因为上次七七有去染头。所以他应该是有变短，对，我已经一年没有剪头发，是一年吗？对，距离完公司早早已经有一年，从那一次动完我就没有了。哎，没有，我有修过一次而已，然后其实那时候也没有修很多，就是修短短，因为我只要修就会卷起来，就是演那个。没法师就说我里面已经开始卷，如果大家都是倒腰的话，说不定你头发是最长的。没倒腰的话，可是我还没有到我的腰啊，我大概这样。我觉得林姐的头发应该是最蛮长的，林姐应该没错。韩寒家里也蛮长，而且韩寒头发很顺，就那样轻飘飘、很漂亮的那种。还有九月人气樱花，嘟嘟嘟就不错过你。好了，阿咪咪，林姐好像快到。突然林姐的头发很长，而且她是用卷卷，超漂亮的。因为我昨天有去看他们那个逢甲大学演出的那个影片，蛮多蛮长，我觉得蛮长。哎，他们是在室外表演。还有暗红，谢暗红送的玫瑰。这种大学新生演唱会好棒 ，nice。还有十月新秀若娜、李友恩来音乐了。我们要把脖子抬高，哎呦！意思说你的背后的长就是你讲到腰的长，是吗？可是我觉得应该不是我最长，一定不是。Hello， 变形谢一萌行动冲来远了，我也没有，我也到背，我也没有到很，大概一半吧。啊，反正那时候得收呗。嘿，小小包包，时尚肩包。反正我预计应该是剪这里吧。对，谢谢本藤先生柠檬来应援啦！大家好，我的时尚小肩包这样。呼，而且我发现有时候人背这种侧背包是右边呢，不对，是左边，不对，这边是右边。有些人是左边欸，有些人是这样左边背，我觉得左边背很不习惯，要不要扒一个量量看？其实我从我垃圾桶找就有很多头发，难怪我刚才梳下来有头发，我来找一下。哎呦，好了，我全部都清掉，这地板有啊。可是我去也还好，哒哒哒哒，可以不要吗，泰哥你？可是我也不知道，我刚才就已经清掉我的头发，在地板上的头发，我刚才请拿扫把扫了一下。所以现在头发都没了，还在我床上耶，非常。啊，有了有了，床上有了，哎、欸，发觉了一根，对对，好好笑、哦，啊，梳子梳起来都断毛了，
怕没毛的头发，没有用，丢掉。就这个，啊，我找到一根蛮长的，它卡住了。有那种大家硬凹、哦、这么这个。这里啊，差不多这个长度，好像也还好、欸，没有很大，这样而已。我们要看我们的头发有多长，还是这个呢？好短！弄诅咒，诅咒谁？这样吗？好像没有看到很长很长的、欸，很少的、欸，哪里呀、啊？这个也是断掉。嗯。看起来就断掉，大部分都断掉，被梳子梳光了。盆栽都搞废，被梳子梳光了，都断掉，断光光。下次吧，哈，我的梳子可爱吧，很帅。哎、欸，这个梳子很棒，它可以按，可以这样梳，就那按摩的那种感觉，因为它是粉红色，看起来蛮棒，而且很舒服。它，你头发很硬哦？没有吧，我头发没有很硬吧，我觉得我头发很松啊，因为它会打结。哎，等等，你有打结的话，就像拿梳子，那就梳，然后梳一大堆，然后全部断光光。因为我希望我的发量可以少一点，然后我就这样，我不知道算了，吃饱了吗？吃饱了，现在几点？现在5:38，不是吃饭时间。Yes， 我们今天要保持平衡。哦，我现在不早睡，有点尖，等我想，你这样会发亮危机？不会，不会发亮危机。我头发很多哎、欸。今天吃什么？今天吃了便利商店。没有，我好懒得去，所以而且因为我是。4点多才吃吧，因为外面在喷那个什么药，那个除虫喷那个蟑螂药，那种除虫药，外面在喷药，所以我就不想出去外面，然后就等到4点多，然后想说算了，等一下还会吃东西吧，所以就随便去便利商店买个东西。对，虽然我还没想到等下吃什么，可是我觉得应该是吃面吗？有可能吃面，我觉得。他想吃霸王，笑死这个啵啵的声音，我告诉我一下。我来自花都的新番，巴布雷花都的新番。好啦，你不要每次都说你是新番啦、啊，老梗呢、啊。啵啵，好嘞，啵啵。只有想到的秘密，我是大王。你看，哎、欸，我在那边介绍，很多人都背左边哎、欸，可是我都背右边哎、欸，好奇怪，为什么要背左边？左边看起来就很不舒服。你四八四差不多，没我有那个，好像有，因为我有脊柱侧弯。我上次去看了国中的时候，新生请柬测了，我有。脊柱侧弯，因为他一定要看医生嘛，然后我就看，然后你知道等快要一个中午哎、欸，对，我等了快一个中午才进去看诊，因为真等有够久的，因为都不知道为什么骨科可以看那么久，我那时候等到快去睡着，然后我妈超生气，就是因为你都这样啊，所以才要这样。所以就这样，然后我们所以之后呢，我就没看过了。因为他说你就是书包不要背太重，因为我书包从国中到现在都是侧肩包。对，然后那个有时候东西就很多，然后就一只肩膀两只肩膀这样就很，然
然后他说多游泳吧，因为游泳会让你的背打直。虽然我现在没有在游泳，我自己的游泳已经是国小，到六年级的时候我已经不会游泳了。对，因为我已经忘记了怎么游泳，而且我差点会溺水，就被水呛到，大概是这样。因为我记得我是三四年级学的，然后五六年级好像是在五年级六年级吧，好像就有那个游泳，学校游泳嘛。以前我可以游，可是现在我不能游了。脊椎侧弯听说考到50万、欸，可是它只有一点点啊。可是你不是背那个吗？很少人会开刀吧？把你骨头一刮好痛，你还是要注意。对啊，可是我感觉好像也会变严重，因为我没有在游泳。可是这个很难啊，你可不能死死都把肩膀抬着。那肩膀抬着就是，不过50度你不用抬。人那么高，怎么要怎么溺水？就是因为我是因为那时候是分配到，就是因为你那时候不是游泳就会说，你的那个你大概的那个，实力嘛，然后我就说。我大概可以游蛮多吧，那我就去。结果你知道那个游泳池，它水超高的，它几乎可以到这里，我的鼻孔欸，我的鼻孔欸。那个水真的是水深超长，我天哪！它那个水真的是可以到我鼻孔，然后就真的，而且我还不能，因为我喜欢踩那个，就是下面那个椅子。以下部位游泳没问题啊，最深处稍微跳一下就能呼吸。哪有可能啊，就是因为我这样才溺水啊，因为那时候的话我就是游自由式吧，然后我游不出去欸，因为我只要游一下我就沉下去了。你站在儿童游泳池应该知道游泳那边，但你要稍微因为继续转高去就转一下去，因为器官会移掉是吧。再买我应该哦，我没有颈子，我的颈子在哪真的是哦，哎呦，要怎样？好像不是很舒服，讨厌，没有颈枕，而是躺在床上最舒服的，全身都不会痛。其实我觉得以后还是躺在床上，每天躺在床上啊、哦，放松大自然，舒服，好舒服。这样，大高山。我看 YouTube 什么压到心肺这样子，真的哦。我上次有量过的，心脏很好，可能每年还是不想会，非常，可能每年就是检查一下这样。每年我已经好久没有连续，我现在已经国一、国一、国二、国三、高一，看我已经四年没有去，那个我再也不想去，那个好久、哦，半等了快一个中午哎，啊、哦，真觉得疯。因为他看完就是，你知道我们检查完一晚上，晚上6点多早上去，大家秒都快睡着了，会不会冷到我们？这样，也不知道为什么可以看那么久，不懂。我的可爱背包，里面什么都没有，我都是带一些零食用。像他们不是有突击背包吗？感觉他的背包都好多东西，只要你矫正鞋的话都比较好。是不是寸完长高手机 ？CR 四寸的，骨头已经定型。去大医院都怎样？可是我不是去大医院，我是去那种一般的诊所。一般的诊所，只是还是它比较有名一点。有名，因为它是离我家最近的诊所。那时候呢，看，这样去那边，然后他就一直戴脸鼻子，然后就一直背嘛。哎，我告诉你，我昨天去领了动植卷，而不是动植，是预防卷。
你看我脸，它是纸本的。漂亮吧，好开心的眼影。哎，他有给我这个什么东西？这很棒，很香。所以我现在每天要带着我的易放卷出门。高雄有个医生好像很有名，做这个方面手术，真的软综合的吧？可是我超不喜欢去医院的，医院很恐怖哎。每次搭一个电梯，就突然看到一个人，哇！哎，买四单呢。嗯，哎，可是我现在不够，因为我昨天花了200块，我剩400块，这可以拿来吃饭。买四单，太酷，太有钱。哎，买四单我还不能握手，卷，因为握手键还没有干嘛，我要买 CD player， 最重要就是一张握手卷，结果。没有握手券，还是没有。你们可以买，你们可以花钱买四单。再不是的话，去台北找平阳的粉丝，应该是小白呢。小白是开骨科的吗？他不是只开诊所。他不是一般的小儿科吗？哎，不是，他不是看生病的吗？哎，不知道，我只知道他要开诊所。小白是儿科，那我去找儿科干嘛？是骨科好不好？哎，所以他真的是儿科、哦。熊妹好像有抽到，我没有抽到，真的啊？可是你可以登记吗？你是不是要一下？因为我生日啊，11月11日，好棒，这个生日好吉利。哦，我竟然猜对他是儿科，我只知道他有开诊所，可是我不记得他是什么科。你是儿童？没有，可是骨科啊，事故，但撞到他飘了。可是骨科就是要去看骨科啊，怎么会去看儿科？儿科不是生病的吗？因为我之前去看那个骨科，也不是几乎都是老人啊，中年人是老人去看的，根本就没有小孩，真是。可是很少人会挤出车弯，我不知道为什么这里会堵。好嘞，那灰尘一直在飘，我觉得很讨厌，人家一直虫在动。这样伸展，说不定就会比较好一点。好像有比较好一点。哼，谁就很自私不干？哎呦，可是我跟我同学差不多也是这样啊。他们也几乎是躺在床上，然后书桌。2月19日生日没错。哎呦，你差一天呢！耶，叫自己正位。当然，我叫自己正位。我看。大胃王熊妹，我头转一转还是这样，哎呀，酸啊，又复发了呢，怎么又开始酸了？阿高，举，骨嘴蛮好看的呢，哦，一直咬到脑干灵搞笑，不敢自己咬到。这个小袋嘛，看这裹完头发就紧，我早坐的不舒服。这位置真的太小了，我天哪！哎呦，看也比较舒服一点。是不是在下雨啊？又听到一阵雨声。我昨天出门的时候都没有下雨，因为我很早出门，5点，没有4点。然后5点我们就到，然后就一直在室内，然后就没下过雨。我有听到那个好热热的声音 ，Oh my goodness， 室内千千万万不要下雨，
Hello， 芭比安与威姆女来，其实是在安排的三月，我也是不跟你发太多不明。对啊，你可以看看吧，三月很久啊。三月在明年，其实三月的事情先不用管，我们还没跨年呢，拜托。哎，又要跨年，好兴奋！今天不是说我有例假，可是我到现在都还没有出门，我都没有下过雨，到现在这里没有下过雨，它现在才开始下。你俩要出门哦？对呀、啊，小妹辛苦了，祝早日康复，谢谢。我没有生病，我这样轰隆的声音。一马给你们吧。我连订的数量都决定不了啊！那你就不要订了吧，因为你现在不能决定，被你们握手去，对不对？不隐瞒了吗？什么啊？我们不能出门吗？我要隐瞒什么？啊！我本来就要出门，我可以出门出去玩啊，对不对？嘿，啊对了，突然想到我等一下问的东西，我要想一下，想一下。新号李威来了，哎呦，哇、哦，哎、欸，我发现也蛮厉害，啊，特技，嘿，嘟嘟嘟，厉害，哎呦，拍谁？出去被人，其实也不会，他应该不会下，你知道我出门应该就不会下。吧，谢爱好说的掌声鼓励鼓励，期待期待明天小明天 ，Yes， 我们也挺近期期待，谢爱好说的掌声鼓励鼓励。我怎么觉得我的那个好像要断？这一根你不要又忘了自己要讲什么，不会啊。鸡是一年后才能见。一年后相见，各位，这个数字好像刚刚被我快挡掉，这好弱啊！OK， 大家撑个伞，就是比较下雨比较小，可是我觉得应该还好。因为我昨天出门的时候也是快下来，然后我就大概走了一下，快走，也没有被淋到，应该是不会吧。因为雨伞还要晒，很麻烦，我最讨厌晒雨伞。如果是小毛毛雨的话，我就不会撑。超不喜欢撑雨伞，还要晒雨伞，因为雨伞湿湿就很麻烦，还要拿着它。但明年我担心能否见伯母和几天，伯母和啊，不用担心的啦。Hello， 网友吧，我们吃饱了吗？吃饱了，现在目前算蛮饱。等一下应该还在思考吃个面或者卤肉饭吧。他要嘛，现在就下一下，不然就是不要下、啊，真的是。好酸！我等一下要去吃咖喱，欸，咖喱饭不错欸，美味しいです。好粗呢，我还想吃咖喱，我在想要不要去买，还是要去喝明克下，不要，还是去喝麻古好了，去吧，麻古，爱麻古炸饭的，是呢。Hello， 几位宝木米而来，你好，几位宝。哎呀呀！我们今天播到6:02耶！
不过诗瑶和你都有异口同声叫我们海外饭不要卤满地大量。对啊，念你地大量没有用啊，你又不能来，你又只能捐赠而已，真是哦。你就订个一张，爽爽的就好，对不对？多棒啊！准备好了 ，Hello， 吉尾豹你好，看我多么聪明啊！下次直播时间是怎么说嘞？嘿，我的手太短，拿不到。还要过去拿，不想要去拿。差点骨头闪掉！我用我的筋骨直接用拉了过来。那几月呀、啊？9月10号。下次的直播时间是9月14号的五点，也是一样五点。9月14号的五点，今晚包天就这样口音被吓到。怎么会嘞？我又没什么口音，对不对？好 ，Yes， Yes， 阿拉里关没有，你看，你看，你就说没有吧。他不会听啥音，谁谁？谢鸡尾包子，做的真清高吧？干巴得呢？ご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这边有个字，漂亮字，好看。今天一大早我出门进来了，明明说说，微软噔噔噔噔，为什么这呢？是不是知道？噔噔噔噔噔噔，哇哈哈。一定是因为妖怪还没出不来呢，哈哈哈哈！小妹，你要不要喝水？好，喝水，我们来开水，开水。你衣服拉心酸的嘞？什么衣服？抱歉，抱歉，还要自己脱下。是我刚才没有拉心。这是泰山纯水，泰山纯水呢，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这个，它的扣子，它的扣子是它的设计，就是国文课本学的，是吧？还是什么课本？反正有教它这个设计，就是这样，为名的，就是这样，然后这样盖上去，把它扯掉。干嘛把它扯掉？它就没办法，这太难扯了啦！不要，我们不要破坏人家的这样设计，可以这样改方便。但是这个盖子用的不用找吗？业配，我没有业配，他没有赞助我，我只是觉得这是我学到的。他没有来找我业配的话，我自己的钱买的，是很方便，盖子不会掉。对呀、啊，盖子不会掉，而且你还不用握在手上，就这样喝，拎得起。而且还不用怕你找不到盖子，就很方便，知道吧？好，它很大瓶，啊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差点弄到它。它几毫升的？700ml。你看它的这个透视，这武器好像这个我有学过，它这个透视，这是能学到什么？就是以前那个社会课本不是有写一些什么那种额外的例子嘛，然后我就学啊。然后我就知道了，对不对？不然我原本就，因为我原本不会买泰山的水，我没有在，我都买 UN 的水。然后是因为看了国文课本才知道这瓶水，然后我就想去试试看，泰山快来倒下。还有雨声哦，下雨了，是吧？我是电风扇声啊，好烦！每次电风扇声不是该准备是吗？还是没需要不要？好吧，没关系 ，Of course。我是猪猪，好像下雨，我天哪，我好难过哦。国文课本在自录型行销，对呀、啊，应该是社会课本，因为来只有瓶子漂亮，不是吗？对啊，它瓶子漂亮，嘿嘿。有听到雨声，好像有下雨。
下雨，我有听到，天哪！希望不要下雨，不要下雨，希望雨刚停。我喜欢那种小瓶的手机吸啊，15元的那个我知道，那个很方便，那个轻巧，嘟就这样进去。我也蛮喜欢，我也喜欢那个10块的，什么纯水的雪山那个，那个哪一间牌子，蓝色包装，反正我忘记了。哦，下雨，我听到，真的下雨。好像会下到下周四吧，还是下周一啊？今天星期几啊？今天星期四。哦哦，加下周吧。对，累积到我们单打两物所在要换。嗯。哦，下雨，ダメですよ。我这边没下。啊，好像下很大哎、欸，不得了，妈妈咪呀！我是。都买800梦加10元多文件哦，800梦很大，那个很大杯，那个很大呢 ，CP 值比较强。嗯，熊妹比较怕雨，还是怕大的。其实我不怕、欸，我是怕不要一直下就好，因为还要撑雨伞麻烦。哎，它现在下那么大、欸，打雷还好，打雷就轰这样而已，还是可以照样去。哎呦，我没想到下大，老天鹅啊，好吧，大家拜拜，加油娜娜，现在出门会被淋死，算还是等后面一起生翠年早试了一下大同是一样的。嗯，你不怕打雷啊？不怕啊，我为什么会怕打雷？除非是被吓一跳才会跑，其实还好。拜拜。其实晚上睡觉打雷，我就觉得很吵，就比较大嘛，因为它会吵我睡着，没有睡熟的话，就会觉得好吵啊。哦，拜拜，拜拜。